Hello， 大家好，马神，今集同大家讲下人中之龙八擦江湖宝贝嘅方法。咁首先咧，我建议大家喺道馆附近嘅扭蛋机抽嘅，会享有额外角色嘅加成。然后一样啦，选择呢个 Japan 精选钻蛋，只要你每十抽嘅结果唔满意嘅话咧，都可以选择伟大嘅 low safe 大法，直到你抽到心仪嘅角色。咁我呢边测试咧，就四十抽里面咧有三只嘅系黄金角色嚟嘅。咁今集就到呢度为止啦，希望帮大家啦，我系马神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